Oggi.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情，阿令知道我们俩是 gay 了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呀？但好可惜没拍下来。对，阿令给我们两个比爱心了，因为我比他给他比了爱心。我们两个在这里比，我是这个样子，太开心了，就是忘记拍，没拍下来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光顾着比爱心了。我趁着所有人没有举荧光棒，你知道吧？我一个人举荧光棒，老铁，所有人都没举，我说啊。阿林唱歌我马上把那个荧光棒举起来，嗯啊，然后阿林就看我，我就跟他比了个爱心，我们两个一起比了个爱心，我们这个样子，我们这样子比了个爱心，然后阿林就跟我们比了爱心，阿林是这样，没有后面这些啊，只比了个爱心，后面是我们演的，但是他有一个眼神就是。对，就是他们两个，他指了一下。他说你们就是这两个，就是谁拍下来，谁拍下来了？我看看，真多，真假？真多，快点看看，快点看看，快点看看，我气死了，老铁，我没拍到，我去看看啊。这个也是给我比的，嗯，他对我犯傻了两次。啊，这。我再看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是我们。啊，被看到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谢谢气泡水老师，谢谢你，不然我们俩真是气疯了。我真是气疯了，我那天回家的时候我真的气疯了。跟别人说，别人都不信。对，感谢不辛苦这位梁冬云老师，感谢气泡水老师，感谢。不太开心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太开心了。我当时还在想，我说有没有那种我们前排后排的人拍下来，早上找他要一下算了，嗯，是不是？哎，太开心了！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阿林知道我们是 gay 了。那，这下好了，快点保存下来，保存着。好，我的人生视频被犯傻了，没有开保存，我恨你，气泡水。没有恨了，开玩笑的。